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萌萌哒的僵尸鱼呀，僵尸小铃铛呀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僵尸小铃铛呀。好嘞，欢迎收看两个小僵尸的生活大冒险呀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呀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呀。上期视频，我终于忍不住对自己下手了，把拥有我皮肤的女村民嫁给了我的儿子。这种感觉你们能体会得到吗？就相当于把自己给嫁了出去。可以体会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啊，咱们俩的皇上吴皇们又给咱们下任务了。第一个是那个每人开10个负100的幸运方块上病，我喜欢。然后第二个任务是生个女儿用自己的皮肤，你们这些死变态。然后第三个，建房子，建房子，建房子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建房子就交，不见就交给小铃铛了。对，好的呢。不见。好了，箱子里面有幸运方块，都拿一下。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来吧，咱们先把第一个任务给他完成了吧。然后那个，加远一点。我跟小铃铛在线下加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模组，咱们。待会展现给小伙伴们看吧。走，你个瘟神，走，你不要过来。Hello， Let's me。哥，帮我解决他吧。哎呦，好巧啊，哥哥。哎，两个，哎，我刚刚捡的什么东西来着？哦，两个马鞍。许愿井，许愿池。我的愿望是让小铃铛变聪明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一辈子都不可能的。哥哥救我！再换个地方，挖个萝卜换个坑。哎，哎呦，不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许愿井，许愿井，我都还没许愿呢，神经病啊！哥，你许愿啊？哎呦，抓不着我，好多条咸鱼啊。怎么感觉咱们两个跑到哪里就炸到哪里啊？是呀。哎，一个箱子，奖励箱吗？这个小铃铛 TP 我，快，哥哥，你等我撒吗？我就在你旁边。好，被你看见了。辣条，哇，快 TP 我 ，TP 我！真的吗？哥哥有什么好东西？你被另外哥哥你被另外一个玩家感染僵尸病毒，快点找到解药。你还真是个瘟神。说的没错，我就故意激励你的。说的没错，你还真就是个瘟神。哼，不就是伯伯吗？哎呦，我怎么又把自己 KIA 了？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哼，服不服？哼，不服。有本事你跳起来打我！捡了两个料条。料条什么鬼？好了，咱们接下来那个生个女儿啊，生个女儿，好，立马就执行，走，看你个偷窥狂，不许看啊！我不能生，哥哥，我不能生。当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是个女孩。叫鱼。哥哥，我不能生。就这样决定了，好名字 ，nice。哥哥快踢我，快点！啊，发生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！这个好可爱吧？哇，这个妹子可爱，带走。蝴蝶结长在头上。好，带走。好了。我是来找牧师的。第二个任务的话，没办法完成。我岳父就是牧师啊，你是不是傻哟？真的吗？我曾经的岳父就是牧师啊，但他躲在箱子里面，但他躲在箱子里面，他怎么埋在这里面？
好了，第二个任务的话，时间的观念没有，不能马上完成。第三个任务，第三个任务是什么？继续，声音太大，我看不见。好了，咱们接下来，加的这个有趣的模组叫做动物坐骑。动物坐骑的话，咱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坐骑。先做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先做一个，还是个男孩子。先，我的妈呀！居然有创世神坐骑，这个我要做，金屁股围上一圈，加上一个鞍 ，notch 坐骑，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。金屁股，我记得我转化座里面有。啊，八个加一个马鞍，好的呢，不要抢我的转化座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觉得你家不是放了一个转换桌吗，哥哥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，还可以迈进转换桌，哎呦，还可以迈进转换桌里面呢。哎，来来，我给你买一个。你给我买一个呗。我给你买一个。嗯，我给你钱。创世神坐骑，来来来来来，给，你人呢？人哪去了？我在你家呀。来丢。给你两块钱。好。哇，这个好可爱。把它放出来。放出来，好大一个头，骑上去啊，还能收回去？肯定能收啊，你右键骑上去啊。哇哇，他在吐苹果，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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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我的妈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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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打我好吗，哥哥？啊，他刚刚是去打你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让他吐多了苹果，他生气了。没有吧？他是把你给吃了吧？哎，为什么我都不吐苹果啊？为什么我都不吐苹果啊？你要按空格键呀。哦，这样啊。你别给他吐多了苹果，他会生气，然后就把你给吃掉。哎，他不打我呀。你还吐的太少了，他吐很多。我不能右键他了。他眼睛都开始红了，对吧？我不能右键他了。你看他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两口就把你给咬死了。他不敢打我，他不敢打我。对，我身上有绝对力量，他畏惧我。以后我回家还不行吗？你来呀！哎呦，以后你犯什么错，我就拿他惩罚你。开门！别让他把我儿子吃掉了，快点，哥哥！不会，他就吃你。哇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特别好玩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哎，还可以继续放，它有耐久的。不，对啊，它可以放好几个。看能不能飞起来，哎，不能，飞不起来。吃苹果，哥哥。哎，打他，干什么你？啊，不畏惧我体，不畏惧我背包里面的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那个五绝对力量的气息吗？打我呀，要不是你打我呀，看一下用土之剑把它埋在土里边。啊，哎，家里面进僵尸了。啊，哪里我没看到。你瞎呀，这两个就是僵尸呀。哪个？完了，我哪里？完了，我埋被我埋土里面了，你是真瞎，我的天哪。我没看到呀。你是真瞎。我真没看到，哥哥。哎，我曾经岳父狗带了吗？这个小僵尸他躲箱子里面在干什么？这个小僵尸，你给我出来！有本事你出来！这不是你岳父吗？有本事你出来！哥哥，你岳父要是狗带了以后，我怎么生孩子啊？啊？你自己再找一个那个啊！你打到女仆妹子啦！女仆妹子她偷偷。对不起。啊！谁在那里？他一代。耶、yeah, ！你看他哭了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闹，这个闹事坐骑真的，哎，我没看，我没按空格键，他自己吐了个苹果，还，
等一下，我刚刚是陷到土里面去了。它坏了，它变坏了。干什么你啊？干什么你啊？开始咬人。上吧，屌毛兽，咬死那个屌驴兽。啊，等一下，小铃铛在与闹起的战斗中不幸走入火中。着火了，快点哥哥灭火。不管你自己闯的祸。我飞不上去，哥哥。不管你自己闯的祸，小伙伴们会惩罚你的。你居然敢把他们的圣子墙给弄掉。嗯，好了。哎呦，这样子好了。咦，你不准用那个武器。我此时此刻有一个什么个疯狂的想法。哇，他又红脸，红脸了。快过来咬我了！吐屁股！快！全都吐屁股！吐！赶紧去你家躲着！来，继续去！吐！我这女仆妹子她在捡屁股哎！哥哥，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你们家女仆妹子饿死了。他们吃糖的。他不吃屁股吗？小铃铛，你敢踢屁我吗？我不敢，我拒绝。我看到了，你这里还有一个好的。哎，你敢踢屁我吗？走啦！突！来呀！叫不了我吧？来呀！你是不是个大傻子？你怎么不来吧？哈哈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踢屁指令是……怎么是把我传送过来了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啊！哎呦，我差点被淹死了！哎，抓不着我吧？那！哎呦！啊！想跑！过来！好，回来！想逃死我的手掌心啊！哥哥，你别这么恶趣味好不好？咬死他！快回家！好玩，特别好玩！死掉一个，我又放一个！突！你给我过来！哥哥，你确定要让我用？好了，不闹了！哎呦，这个特别好玩！好了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哟，你别逼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别逼我啊！好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。好的，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